嗨，各位，我是金川一。好了，是时候了。距离公布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之久，每个人都在问，每个人都在问啊。好啦，金川一今年到底是我们要做啊？哈，真的非常抱歉让大家等这么久啊。好的，现在金川一我郑重宣布。2022年十大动画合作企划又要开始啦。是的，每一年年底盘点十部最喜欢动画的活动，今年当然是没有任何理由不举办。2019年参加成员有我、曼老师、K、漫天大坑跟黑熊，还有后面被强制call out的范闲。到了2020年呢，则是我、曼老师、K、范闲、Kuma-san、Ian 还有 Rex 增加到了7个人参加。而这次2021年度的十大动画参政的有以讲解特色文化以及各种宅圈炎上事件闻名的米干，主要做女性向动画还有童年题材的超酷新朋友 L 实验品，你我都知道完全用不着我介绍的 AJ 杰哥，你我也都知道更不需要我介绍的日更战神黑羽、迷音博士 Zakio、 老茶呆呆，最后就是 K、 Ian、 Kuma-san、 范闲、曼老师还有我这几个老东西哦。一共11位创作者从12月15日到25日这11天将陪伴各位回顾今年推出的所有动画，各位有兴趣的可以马上点开昨天米干的上一部影片，它是勇敢的第一棒。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各位真的想来看笑话部分。好，那对，我知道井川一当初赌说鬼灭之刃会在2022年推出，结果没想到堂堂一家优芙卓这么有口碑的公司哦，竟然就为了抢快而搞出了这什么只做油锅片，前面一季拿无限列车的电影重剪成动画来水的这个损招，实在是太没有风度了，你们说是不是？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于是井川一就以短短一个月之差惨遭粉丝们压线击败。好啦，现在油锅片已经开播两三周了，说会等到第二季开始播之后就来送冰淇淋，那我他妈的就是要来送你们冰淇淋。可是无论如何啦，我们还是得先厘清一件事情哦，就是到底谁可以得到这个吃冰的资格。你们知道有太多太多真的是非常投机的家伙，竟然是给我看到动画第二季宣布的消息后才跑来留言先上车后补票的。你们以为小美冰淇淋有这么容易吃到吗？答案是有啦，你们下楼随便买一盒就有了，但这不是重点。为了公平起见啦，这边我有特地找出那条公布前公布后的线，然后只有在这一条线前面的老实人呢才可以获得小美冰淇淋的殊荣。但是第二大重点来了，你留言有没有留对也很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人是留干你2020，我明明是说要留干你2022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不可以来跟我换冰淇淋好不好？这里唯一可以接受的例外就是干你2022，干还是干，只要后面是2022就给你算过关。好的，接着是非常重要的参加活动的方法。各位现在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我录下来的所有有在区间内的留言，上面出现有留干你2022的朋友呢才符合资格。只要你有出现，那你就可以回到原影片底下去找你的留言，然后把该留言截图下来，再到 YouTube 或者 Google 的后台呢，截另外一张图证明你千真万确就是这个账号本人。我说真的，如果你要冒充别人把头贴跟 ID 全都换成其中一个人的来骗兵，我真的也是拿你没辙齁。但我想也只有一罐兵，你有这个时间换头贴，不如自己去买一买就好了吧。好啦，那就是截好这两张图，然后私讯这边这一个井川一 Inokawa Hajime 的粉丝专页，要看清楚是这一个，不是任何其他的哦。这样你就可以获得这一个神秘的井川一小美冰淇淋兑换卡了。对，这是为了邮寄方便，所以才不直接寄冰给你们，而且冰品寄送还有很多很多麻烦的限制，你们可能不知道。重点是吃完了之后还可以留下来做纪念嘛，是不是 ？OK， 那该做的重要宣布差不多就有这样。2021十大动画马拉松计划已经开跑啦，还有井川一没有输但还是请你们吃冰这两项。我是井川一，先提早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们下部影片见。